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欢迎来到小柴的美甲店。我们的店又有新产品咯。对，我们现在不仅可以做美甲，而且可以做闪亮贴片哦，就是那种可以贴在手上，然后特别闪亮，对，特别漂亮的。因为我们新进了一个集美甲与闪亮贴片为一体的神奇的机器，真的特别多功能。那我赶紧拿上来吧。哇，哎呀，就在这里哦，非常大的一个神器。哇，我们看看，非常多功能哦。我看到了水彩笔啊，指甲油啊，亮片啊，还有很多模板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赶紧打开看看吧。我们的这个神器真的太丰富了，好多好多材料。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。这边呢有四瓶不同颜色的指甲油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到。这里还有四管非常闪亮的亮粉，真的特别漂亮。对，闪闪亮亮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有我们指甲贴的模板。这里也有，我们已经把指甲贴卡在上面了。但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指甲贴都在这里哦。对，都藏在这里了，真的是非常多功能哦，我们的神器。然后呢还有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模板，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它是用来在我们的手上可以画画的。对，然后那画画要用到的就是这几支笔。对，那这个呢就是像水彩笔一样的，这四支，然后纯色的。前面这两支呢就是有一点闪闪的，对，有荧光的那种效果。对，特别好看。还有呢，我们这两边还有一些亮片、啊、对，特别漂亮的亮片。对，然后呢就是这里有一些小镊子啊，一些辅助性的工具、一些辅助的工具。对，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闪亮贴片的模板，模板特别漂亮的哦，还有三个很可爱的小工具。对，也是辅助性的。当然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中间这个小圆屋子一样的形状的，它我们叫做闪粉小屋。对，闪粉小屋。对，因为我们把盖子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把亮粉倒进去，然后按动开关，我们的这个转盘就会转动起来，让我们的闪粉均匀的撒在我们的亮片上面。对，或者是我们的指甲贴上面。对，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开动吧，开始做咯。我们先做我们的闪亮贴片吧。好，那我们来选一个，就这个吧，绿色的。这个绿色的看上去很漂亮的。然后呢它应该是和这一张是对应的。对，然后这一面呢其实是粘的。对，我们要把粘的这一面冲上，冲外面，然后就跟它刚好可以贴合哦。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贴亮片了。现在已经全部贴好了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很闪的，很漂亮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完哦。我们要用到我们这个神秘的闪粉小屋了。我们把盖子还有上面这一个模块都要拿下来，然后选择一个亮粉，我们选这个银色的好了，很漂亮的银色。对，倒到我们的这个周围上，来均匀的倒一点。对，哇，好多哦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刚刚拿下来的这个转盘再放回去。好，那我把它放上去了。对，我们再把我们的亮片放上来，然后把盖子盖上。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按钮往左边让它转一分钟，然后再往右边再来再转一分钟，因为它们是往不同的方向的。我们让它均匀的撒粉。那我们开始咯。开始吧，先来左边。我感觉不用一分钟，好像现在就可以了。那我试一下这边。对，好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太漂亮了，好神奇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盖子打开喽。哇，好像闪粉太多了，特别漂亮。特别闪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个小铲子把它给缠起来。对，来吧。哇，
下来了。哇，天哪，快贴上，快贴上。贴在哪里？贴在手上。贴手上好了。好好多闪粉哦，来吧，贴在手上，还挺漂亮的。漂亮哦。嗯，我们第一次做哦。哇，这是一个粉色像手链一样的闪亮的，很漂亮。贴片好漂亮啊！快戴在手上吧。好多亮片，好多好多闪粉啊！哇。好了，我跟琪琪刚刚都做了非常漂亮的贴片，然后这里呢还有我们的模板，也是我们用来做贴片的哦。但是我们这次就要用到笔了。画画了，来吧，这里有四支水彩笔一样的，琪琪先选一个。那我先来选一个吉他吧，在我的手上给我画一个吉他来吧，小窝。可以了。哇，一个吉他。那小窝来画一个什么好呢？我画一朵花好了。有没有花朵？来了，我画一朵蓝色的小花。哇，特别漂亮。五个花瓣，五朵花瓣。好啦，哇，我这儿有五朵蓝色的小花了。好漂亮啊。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画了好多东西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这几种指甲油在我们的甲片上随意创作了。对，我们可以创作双色或者三色的都可以。来吧，我们的指甲贴片已经全部都画好了。对，我们用的红色和蓝色非常漂亮。现在呢，我们又要用到我们的闪粉小屋了。来，这回我们倒一个金色的吧。好，不要倒太多了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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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。我们呢已经把我们的指甲贴放在我们的转盘上了，但其实呢我们这个闪粉小屋还有另外一个功能。我们来看它的这一边哦，有一个圆圆的。对，是可以打开它的。是吗？对呀、对、我们的手指其实也是可以伸进去的。哇，那我们试一个。我来画一个在我手指上。我们琪琪呢已经画了一个蓝色的。这样，然后我们一起伸进去，我们一起打开。我们先往左转咯，开始咯。啊，我的手指好凉快哦，里面哇，好多金粉啊。哇，好，我们再往右边转一下，再来转一下。耶、哇，让我们的粉非常均匀的在指甲上。我的指甲我觉得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好，那拿下来吧。好了。哇，琪琪有一个蓝、很漂亮啊，真的很好看，一个蓝色金色的指甲。那我们先等我们的指甲贴片静置两分钟，上面的指甲油完全干掉以后，我们再拿下来哦，再贴到我们的手上。我们的指甲贴全都做好了。对，闪闪亮亮。那我们就选几个最漂亮的，然后用这个双面胶呢，对，把它们都粘在我们指甲上吧。指甲上，来吧，小窝选吧。然后呢，再选一个这个。那我选个大红的好了。好，我们每个人粘两个吧。我们每个人选的两个指甲全都贴上来喽。对，很漂亮哦。很闪的，非常妖艳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做了闪闪亮亮的贴片还有美甲。对，小朋友们还喜欢我们小蝉美甲店的新产品吗？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们留言哦，不要忘记订阅小蝉玩具屋哦。我们就会从留言的小朋友中选取一位，送出我们集美甲与闪亮贴片于一体的神器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。拜拜拜拜。